车内发现大量金石仙灵阁的绣品，还从他们身上搜到了仙灵阁的交易文书。立刻上报此事。是。福建承宣布政使司上报京师，查到京师仙灵阁与海盗勾结走私，在海外私自贩卖绣品牟利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皇上闻言震怒，先已下令查抄仙灵阁，并将此案交予三法司彻查。阁老，这此中是否有什么误会？仙灵阁的运作模式我虽不了解，但我敢肯定绝无和海盗有私通之事。阁老，仙灵阁乃永平侯夫人的产业，下官以为此事该让永平侯回避。阁老，走私滥行则税收无资，犹如人无气血之本，如此误国误本之道必须严惩。因此皇上已经下旨拘捕仙灵阁的东家。永平侯事涉国本，绝不能徇私。进去，快点。谁是掌柜的？官爷，我是仙灵阁的东家，不知官爷所为何事？哼，仙灵阁勾结海盗走私绣品，你们有一个是一个，都跟我走，若有反抗格杀勿论。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们可知这是永平侯夫人的产业？永平侯夫人她都自身难保了啊？带走。哎，你们不能随便抓人的。哎，官爷，简师傅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官爷，简师傅，请吧。侯爷，请用。侯爷见谅，我等也是依令行事。他没伤着你吧？我没事，侯爷，我没有。我知道，相信我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含冤受屈的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此案还尚未定论，若有人敢动我夫人分毫，侯爷，我等绝不敢伤害夫人。徐夫人，请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？仙灵阁涉嫌勾结海盗走私绣品，已经被查封了。什么？我刚去找秦志远，有人说他被破格推荐到福建了。他武功名在深案里不应如此，只怕是靖远侯借秦志远之手利用了我。快去徐家找侯爷，将钱币押走。怎么回事啊？快去徐家找侯爷！快去徐家找侯爷！为什么抓人？快去徐家找侯爷！快去啊！夫人，夫人您没事吧？咱们该怎么办呀？夫人，徐家，去徐家。夫人您小心点。那批被收缴的绣品的确是钱明牵线促成的，可是他说了是靖远侯一手设计，
还借了他的同窗秦志远欺瞒于他。景元侯，又是他。侯爷，魏国公到了。国公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派人去看过，刑部手中的证据是仙灵阁的绣品和交易文书印件，人证是现场抓获的海盗，海盗证词证明仙灵阁涉及走私，证据确凿。那圣上的态度呢？圣上怕是已经对你起疑，所以才命三司会审，一律严查。不过离三司会审还有一段时日，我们还有机会查明真相。那秦正远就是关键所在。可秦之远远在福建，只怕我们无法在会审之前找到他。福建我有人，我会让他们找到秦之远，哪怕是绑他，也要绑到京师来。都是我们的错，要不然也不至于着了别人的道。侯爷，他若不是为了我和孩子衣食无忧，他一介书生怎么会去做生意啊？真不是有意为之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，放心。谢谢侯爷。老妪，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，这十一娘她怎么受得了啊？她会不会在里面受到刑罚？我一想到这儿，我这心里呀就憋得慌。母亲不要太过担心，我会设法去探望十一娘，只要有我在，那样他们也不敢造次。我们徐家历来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怎么就莫名的会被诬陷走私了呢？明明就是靖远侯想害咱们，咱们就是在家里躺着也会祸从天降的。欧家对我们一直虎视眈眈，还一直想打压我们，真是欺人太甚。与欧家的恩怨迟早要有个了结，只是让十一娘委屈了。我已派人调查此事，搜查证据，相信不过几日就会有消息了。靖远侯这个老狐狸，我绝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的。